大家好，我是庞德，今天要介绍新的 AI 绘图网站，叫 AI 触吧，大量的 C 站模型。如果你 SD 本地部署显卡很低的话，可以试试这个网站。点击右上角的 Y 吧，进入操作页面。我先为大家介绍一下 AI 触吧的付费计划，免费用户可以获得每天更新50.1GB 的存储空间，付费用户则可以使用 Pro 模型，并可以开启私密模式获得更多的额度。点选 Start Creating Now， 选择信箱登录，你直接登录也可以，左下角登录可以看到很多 C 站模型，除了每天都可以得到50个点数，加入他的 Discord 的话再给送100个点数，他的点数是可以累积的哦。然后看到 Home 的部分，最上面是大模型，下面是大家生成模型，称为社区模型。好，那我们选一张社区，可以看到可以 image to image， 有可以用它提示词直接生成，这边可以选择上传到云端，也可以下载，然后也可以放大，甚至也可以编辑。然后这个呢，它是可以说话的哦。我们来到 model 选择模型，我选一个叫胶片风 Lola。 好，我们这边有个胶片风 Lola， Lola Code 的点数会比较多，这边你可以选择大模型，很多的大模型，很有名的 Dream Saba， 你也可以找出你要的大模型。我选赤鹿的模型， Lola 权重 0.5， 给它正向反向提示词。如果你没有超过64的字元的话，可以开启这个增强。我们生成两张的图片，选择你要的长宽尺寸，这个 scale 就是它的提示词权重。权重设7，步数的话可以设个30，总之我随机到1。取样方法是固定的，当然你也可以用图生图。那我们先生成了两张看看，我们可以看到生成两张图片，选择这张图片进行放大，选择你要的放大的倍数。再来我们测试图生图部分，我选一张线稿图，这边也可以打开 ControlNet， 我们可以看到它跟 SD 的功能是一样的哦。选择你要的 Control Model， 我选 Most， 更改提示词，然后选择模型，然后生成个两张好了，已经生成好了，跟原本的线稿图类似风格。我再生成一张宽一点图片，调整1024×576， 看一下前后对照比，其实还不错哦。下一张风格，我们看一下 AI 的这个，点进去，点进去之后它可以抠图。再来我们选一张图片，我们来做扩展生成，复制提示词，把它贴上去，先生成个三张，可以看到已经把你扩展，有三张可以选。我们再看一下，这边有个 AI Talking， 类似 DID 功能让照片说话，选一张图片，比如说我这张图片，右边你可以放你的语音，也可以打上文字生成。这边有一个选择女性，她会扣一次扣200个点，扣的比较高请大家斟酌，所以我就不先生成，我们去看一下她演示。The time for empty talk is over. Now arrive. 如果你有 PI 钥匙也可以上传，最后点 PS， 可以结合 PS 应用，相当不错。希望大家喜欢我这次的分享，得帮我按个赞，我们下次见咯，拜拜咯。